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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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 哎，这边应该是有雾哎。那我猜晴天刚应该又是雾茫茫。因为如果山下大太阳的时候，晴天刚才有可能晴天流出来。那如果山下阴阴的，晴天刚就一定会有雾。牛会等雾出来的，雾散掉了再出来。9/27就让我三种状况都看到，哇，又一个蜘蛛人，因为他们的紧身裤都一定要穿黑色的，不然男生的裤裆难看。然后女生骑的话，就是臀部会越大；男生骑的话，是腿会越修长细长。猜对了吧？雾茫茫的，雨中行人莫牵挂，雨夜花，雨夜花，也像我的动人时离开回。哟，哇，开始了爬山。这个是小十五走的方向，小十五是从建潭第一站，然后士林第二站，士林农会那里捷运啊。所以我如果要去的话，红五我要在建潭坐啊，小十五如果有小十五就坐小十五。问题你要下山的时候很难，因为平常的小十五班次并不多。一个小时一班，哇，好陡哦！哎，你看小十五吧，左。上次你去地热谷不是也是坐小时？那个怎么讲习呢？讲习。反正我往阳明山，我通常都是红五换108游园公车，然后回来的红五来回是坐到建潭啊。那如果你要去那个，石牌那边也有坐公车啦，那你可以到。六什么？六窟那里，六窟温泉那里，那有土鸡城，有一回。哦，你是龙凤谷啦。对对对，不是龙凤谷。有啦。哦，那不是啊，我现在说的是六窟的龙凤谷，那我知道啊，那个是敦叙那边啊，那个我们全程都用走路的，那里其实也蛮好走的。啊，我们回去的客车买小馒头，在家我们吃过啊。有一回是带向阳来吃的，哎呦，好搞笑！菜头了。哦，有没有和风？我们吃过两次啊，有一回是跟你们中心的啊，有一回是我们学校带活动的，我们还在弄山药。那时候李向阳还没退休。观音，观音的头上有避雷针。乌来了，乌来了，乌的威神，那是避雷针了。
我们现在已经在山的，你看对面的山跟我们一样高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山，车子一直在爬坡，你没看到吗？所以为什么会有人在这边骑车啊？因为骑公路车、登山车，他们要有一点坡度才当做挑战嘛。像曾一宏就不敢带学生这样，要负很多的道义上责任。况且，以他的徒子徒孙不是这样都来来去去吗？小孩子总会长大，他面临就学啊、就业啊、出国啊。你看，所以他每次讲都很感慨，他的学生都这样子。你永远也都有新学生啊，你的学生永远都会这样，然后学生一定会碰到读书啊、工作啊、感情的困扰啊，就会找他倒垃圾。他自己都没有女朋友了，还在干嘛？你看这棵树，长太大的树就很可怜。永和国小他们要盖地下停车场，那有一些树不是就被移植到什么万里。